外送平接单一张接着一张，疫情爆发前后让外送员超有感，单量有变多是蛮有感的，那大概多了1.5到2倍，认真跑的话可以到2000以上到3000。因为疫情让路上车流变小，骑车更顺畅。有外送员分享，原本一天能接到30单，月薪大约3到5万，现在一天暴增到50单，勤劳点跑，月薪拼个6到8万，直接多一倍。也有人一天跑14个小时，时薪从原本150元变成300，等于收入翻倍。那以前的话，我们平均一个小时大概在3单左右，收入一定是比疫情爆发之前还多了，12到14个小时都坐在摩托车上，那那样震后屁股真的受不了了。但是外送量大增，外送平台6月1号开始推出低消制，包含双北、基隆、新竹、金门，低消要达到99元，其他县市达到79元。禁止内用，只能靠外送来苦撑，造成外送爆单。热门时段忙不过来，才会舍弃低价外送单。感觉跟店家的价格差不多了。不会啊，我觉得一般吃正常是差不多那个价格。有人帮忙送到家，不用多跑一趟，设了低消点外送，得从荷包多掏点钱。疫情延伸，因此让外送增加门槛，也让人料想不到。记者蔡中轩、林智慧高雄报道。